花们现在的宝宝，花们现在宝宝，我们直播间的宝宝，我们直播间的宝宝，我们直播间的宝宝，晚上好啊！刚刚怎么站一下坐一下？然后好像，花们现在的宝宝，我们直播间的宝宝，我们直播间的宝宝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我是主播田仔，花们现在的宝宝，花们现在的宝宝，然后我们。谢谢点赞，谢谢点赞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主播身后的这款车子啊。如果有对主播身后的车子感兴趣的，有什么想了解的，都是可以打在公屏上的。打在公屏上，主播可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，详细的介绍一下。谢谢关注，谢谢关注，感谢关注。然后我们欢迎我们新在的宝宝，欢迎我们新在宝宝，我们直播间的宝宝，如果有对主播身后的车子感兴趣的，有什么想了解的，都是可以打在公屏上的，打在公屏上，主播可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。刚刚手机突然没电了，刚刚手机突然没电了。录播吗？不是录播呀，不是录播呀，打个问号是什么意思啊？欢迎我们新在的宝宝，欢迎我们新在的宝宝。我们直播间的宝宝，如果有对主播身后的车子感兴趣的，有什么想了解的，都是可以打在公屏上的。打在公屏上，主播可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，详细的介绍一下。然后我们，我感觉这个怎么挡住我的脸了呀？我往这边坐一下。哎，不对呀，它又挡住我睫毛，往这边坐。谢谢点赞，谢谢点赞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啊！然后欢迎我们新在的宝宝，欢迎我们新在宝宝，我们直播间的宝宝，我们直播间的宝宝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我是主播田仔，这里是我们广汽埃安南昌高开田中心的直播间。然后我们直播间的宝宝，如果有对主播身后的车子感兴趣的，有什么想了解的，都是可以打在公屏上的。打在公屏上，主播可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，详细的介绍一下。他这里怎么有一点点。花们新在的宝宝，花们新在宝宝，这个拉链其实这个拉链的话，它好像有点拱出来啊。谢谢点赞。这个裙子是连体的，它不是连体的。它是分开的，谢点赞。它是上衣和裙子，是我自己配的。然后我们直播间的宝宝，如果有对主播身后这款车子感兴趣的，有什么？